同学们上课了，今天我们一起学三年级华文第六单元《小猫和老虎》。同学们准备好了吗？斑，斑纹，是表面上显露出来别种颜色的条纹。例句，斑马身上有美丽的黑白斑纹。模，一模一样，形容完全相同。例句，这两个书包从外表看来一模一样。突，突然，在很短的时间发生，出乎意料的。例句，突然下起大雨，路人都变成落汤鸡了。枪，一声枪响，一种发射枪弹的武器。例句，警察叔叔执行任务时，身上都带有配枪。屁，屁滚尿流，形容非常恐慌或十分狼狈的样子。例句，英勇的士兵们把敌人打得屁滚尿流。爹，喊爹叫娘，哭着叫妈妈的意思，形容狼狈到了极点。例句，弟弟从梯子摔了下来，痛得他喊爹叫娘。烟，冒烟，冒烟的意思是烟向外透或往上升。例句，我在锅里倒入少量的油，等油冒烟便打入鸡蛋。幸，幸运是称心如意，运气好。例句，妈妈在宴会上抽中大奖，实在太幸运了。拖，拖的意思是拉着物体，使它挨着地面移动。例句，上课了，同学们拖着书包走进课室。焦，焦急的意思是着急。例句，奶奶生病了，妈妈心里非常焦急。病，例句，这事情除了你，我并没有告诉任何人。晕，意思是昏迷。例句，弟弟因为没吃早餐，所以饿得晕了。拼，拼命，意思是尽最大的力量。例句，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，小偷拼命地奔跑。涨，涨红着脸，指羞涩或难为情。例句，我错怪了朋友，只好涨红着脸向他道歉。睁，睁的意思是张开眼睛。例句，强烈的阳光照射下来，让人睁不开眼。
忍，忍不住的意思是承受不了。例句，看到弟弟滑稽的舞蹈，我几乎忍不住要笑出来。同学们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猜字谜小游戏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字谜的题目，失火找原因，猜一个字。失火找原因是一个烟字，烟花的烟。字谜的题目，热头下的军人是什么字呢？热头下的军人是一个晕字。字谜的题目，心被割了一刀，流了一滴血，猜一个字。心被割了一刀，流了一滴血，是一个忍字，忍不住的忍。行善为乐，助人为乐，知足常乐。同学们，这句话是告诉我们，快乐不是拥有的多，而是计较的少。今天的课就上到这，谢谢。